我是 Andy， 待过五星级饭店的主厨，我也开过餐厅，喜欢料理，所以会研究不同料理风格的手法。因为我是个很喜欢食物本身原味的一个厨师，所以我在设计菜单，我尽量用台湾的在地食材去呈现。那低温烹调的方式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保持食物它原本的甜味，然后它也比较符合现在流行健康饮食的一个趋势。来歌剧院感觉跟以前待过的饭店跟餐厅很有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因为它是很艺术的一个建筑物，包括曲墙，包括涵洞。菜单的话会想要让它是一部歌剧的一个渐进式，比如说前菜、汤、主菜、甜点，让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歌剧的表演。我希望来这边的消费者，他是有多重的感受，忠于原味，然后大家都吃得开心健康。